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鸟鸟 Bubbles， 来各位鸟粉欢呼吧，雀跃吧，十六生存回来啦！啊，时隔四个多月，我终于可以回来拍我们的十六生存了。我乃叫你敢扣，我终于可以知道地狱到底长什么样子了。不废话，直接 Let's go。哦，熟悉的场景，哎、欸，我好久不见了，好久，哇，这边还有东西，等一下、哦，快快快，我们先收个东西吧，小僵尸，谁一直在那边偷射啊？我看到了在后面，奇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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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大大斗内一根苹果，感谢大大斗内一根剑石，为什么我水在这里？我是太久没玩了，我到底做了什么改动啊？我记得我好像私下有把它做一些变动哦。我想起来了，因为下面会那个漏水，就是你给你看下面，哒啦，我把全都铲平了，超票的。我们先去挖岩浆，我们直接做正事，不好小做正事。嗯，送你，先都放进来，懒得整理了啊。可是我强迫症观众哎，好啦，等一下再整理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做那个吧，岩浆。我们要把那个盖在哪里？哦，这什么？哦，对，我打了一堆装备。那时候因为升怪的时候会有僵尸，会升一些奇奇怪怪的装备。没错，我打了一组剑矢，有没有看到？超猛的。通常你要怼他哦，要捅他哦。对不起啊，哎、欸，还是建在下面好了，我们建在下面。那我还要先取水呢，取水，然后看起来比较舒适一点。这边好了，你就看起来像舒适了，就是你。Nice， 第二个，我怕他乱跑，然后去把我其他岩浆都破坏掉，先这样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做神，不，有妈的！妈妈新鲜做神，我对你有不好吗？我对你很好啊，我只是大概差不多快四个月没玩你而已啊，四个月差不多就已经过了一年了啦。啊，这就代表我要做那个钻石镐。没事没事，只是一个钻石镐，计较什么呢？哎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钻石砖，可以，钻石不多，三颗足矣。Go go go， 叽叽，史上最无用之生物，蝙蝠。不对啊，你想想，我们在现实世界上就已经可以吃蝙蝠汤了，为什么那些蝙蝠掉下来不会有蝙蝠肉，或者是掉整只蝙蝠，然后我就可以吃个蝙蝠汤补身子，哎、欸，然后史蒂夫就会长出大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啥的啊，火把，觉得有点太暗了点，你说站在上面会比较快一点，啊，出来了，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一桶岩浆，过来看一下、哦、这边吧。做什么？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我的火把哦，你就这样把我的火把烧掉了，成何体统？我家火把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这样对他？我觉得有点太久了，我觉得我直接把它，总共要十个对吧？乖，我们观众可是需要很多时间的，他们有很多宝贵的时间，你快点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不要碰我肩膀，你一碰、啊、心情整个就糟，行程都被你delay。正是齁，好了，我去上面拿一下那个四个、九个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行程都被你delay，在那边碰我肩膀，洗八路嘛。一、二。好了，来去贴温内赖打，温内赖打敌对，敌加敌加。啊，我的火把嘞？哦，就是那被烧掉了。哼，对不起。没有火把库存吗？一个都没有。What？ 哦，有啦，还有一些煤炭，仅存的一些。哦吼。哎、欸，做什么？突然觉得我这岛屿好阴暗了，我会这样？也许该做个景观设计了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景观设计师，我居然忘记带赖打。知道了，身为一个景观设计师，身上每个人都应该需要一把赖打才对啊。赖打，赖打。外赖大地队，莫内莫迪加内，外赖大地队，
外赖打，真的是没有呢，要求我一个都没有，不是吧？好吧，只能用烧的了，就是拿一桶岩浆跟木头，然后慢慢给它放着烧，然后烧到地狱门的时候，看它会不会点起来。为什么这边会没有赖打，连个砾石都没有？你敢信？丢一个，丢一个，谢谢。这样吧，你会烧起来吗？真的是没有赖打呢，最穷困的一种。你什么时候会弹跳岩浆啊？哦，你弹跳了一个，快弹，好，快弹，我的人生就现在你上面了，快，我的美妙青春，我的青春十八岁。哎呦！可以啦，快快快，烧过去，烧过去，烧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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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一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火一烧起来。哎，怎么是另外一边烧起来？为什么是你啦？好啦，你看看，现在已经北方位跟西方位已经 ，fuck， 烧啊，给我烧啊，烧啊，走开啦，没有你啦。不对啊，为什么会没有那个历史？我不要树啦，现在对你 没感兴趣啦，你已经不是我的菜了，我们只能当朋友。有桃树 potato 啊，真的是没有那个历史。你会不会讨厌我讲台语啊？我的台语是非常的标准台北台语，你们懂什么叫台北台语吗？是一种很不会讲台语的概念。快烧！我去拿个弓箭，然后射穿岩浆，然后跑去地狱门上面，然后让它 get on fire， 着火。知道我现在这个行为叫什么吗？放火！放火！你看是不是？对，有村民，村民搞不好可以有那个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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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说那个六个门？对，六个门形成一个村庄，对不对？就帮你盖六个门。fuck！ 啊啊啊！我的天哪！我到底多久没玩麦块会跌成这样？不对啊，我还有参加 UHC 啊，虽然那一届啊，虽然那一届输了。哦。好痛哦！那届跟姚联盟联手之后灭了巧克力，却被姚打死了。姚啊，团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那一天高高兴兴玩着 UHC， 你为什么？我去看一下他烧起来了没 ？Surprise！ 他把木头烧掉了耶！我跟你讲，十分钟后如果再没有烧起来的话，我就要去查攻略。What the fuck？ 好，我再来弄一次，我弄一次给你们看啊！崩溃，弄一次你们就会了。不用什么村民啊，不用什么打火石啊，要那些东西干嘛？跟你讲，只要一个石头跟木头就好。好，来把水放回去，谢谢。要有感恩之心，放回去之后都一定要说谢谢，大家才会成为有礼貌的小孩子。来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！快快快快快 ！Speed speed speed！ 速度速度！有没有喷东西在下面呢、啊？没有。好，好，对我回来。居然是要这样做？你敢信？我都不敢信了。你看、啊，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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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吧，烧吧，烧毁！没有做错啊，对啊，三二二啊！后面的朋友，把你的岩浆烧起来！干你！又烧起来了！来，三二一 ，open， 开心的动一动，卡啦，跟 open 完全没关。开心，是否交给专业的来就是不一样？原来是我的方法完全错了。好了，我们把这边清理清理吧。好吵哦，不要吵。我们需要火把以示尊重，这个地狱门需要 respect。所以我需要带一些装备，然后把东西整理整理。干，我发现我忘记录影了。fuck！ 我刚对话空谈了大概30分钟，没有那么久了，15分钟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把地狱门弄出来，我已经探勘过一次了。带个伴手礼，我再进去带个伴手礼出来好了。来，跟你讲，我的刚升怪的塔爆炸，都是那苦力怕，好的不学学坏的，在那边跟别人乱学什么爆炸，白痴吗？然后地狱啊，我已经发现右前角那边有没有看到一点点东西？好像是告示牌，对不对？那边有告示牌，我们下一集再过去。我们 No God！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是没有查好地狱门的燃烧方式，让各位看得有点辛苦。
然后作者很好心的帮我们做个护栏，来，伴手礼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就是直接去地狱，然后讨伐烈焰神。反正我们就先探勘，然后看有没有烈焰神，然后有的话就直接把它砍掉，砍爆它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十六生存就到这边了。我们先不要定标题，没错，我觉得定标题会有点，如果违背标题的话，会有点太大的失落感，所以我们先不定标题，给大家期待感。不过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牌子解读出来，看他说了什么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狱是长十六的样子了，真是太棒了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然后我也做了两个村民，然后他们都不再互相交配，对，真是讨厌死了。好，今天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，我是鸟鸟，啵啵。哦，来自 YouTube 的实况主神说，片尾说我好棒棒，转三圈，来到见证的时刻。我好棒棒。